路口所有的车都在等红灯，但前方这一台白色86跑车想闯红灯，却被机车骑士挡住。没想到他竟然……跑车驾驶按喇叭赶人，还伸出手做出挥杆手势。眼看骑士不理他，驾驶竟然往前逼近，差一点点就撞到骑士。刚刚。 逼迫机车让路成功，驾驶还是很不满，突然加足油门往左开一个大回转，往骑士的方向冲，差一点就撞上去。骑士吓一跳，车身晃了一下才稳住，但是嚣张挑衅的跑车驾驶早就扬长而去。本所调阅监视器，已锁定那个涉案车辆，并通知驾驶人。 大案说明了，这个地点就在台中的丰原区。20岁的廖姓男子没有工作，向朋友借了一台100多万的平价跑车出去玩，却做事撞人挑衅。警方调阅监视器，迅速抓到人。除了按喇叭逼车最高可罚6000元，闯红灯罚5400块，还有危险驾驶最高开罚24000，总共3项违规加起来高达35400元。 驾驶开着跑车耍帅逼车挑衅，但是违规行为全都被拍下来，这下得为自己的恶霸行径付出代价。记者林静文、陈思源台中采访报道。